在这辆车就属于你的了。谢谢你啊，老公。老婆啊，这也是你应该得的。你看这几年你跟我一起也吃了不少苦头，要不是你对我的不离不弃，跟我一起啊东山再起，我也没有今天呢。那我们两公婆肯定要相互扶持的嘛，一起努力。难得娶上你这么通情达理的老婆，这辈子啊想不发达都难了。哎，要不要试一下？好啊。哎，来。哎，阿兰，你干嘛啦？你现在怎么穿得这么落魄？发生什么事情啦？阿珍啊，幸亏当初你没离婚呢。怎么啦？城里面那些有钱人啊，一个两个的都靠不住的。那听你这么说，你这小富婆好像做不成了，你离婚了还是怎么样啊？他们利用完我，直接把我踹了，一点情面都不讲。这么没良心的那些男的。是啊。哎呀，那你现在就是回来住了？回来住什么？阿珍，你那也没有钱呐、啊，借2000块钱给我，我连吃饭的钱我都没有。现在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啊？是啊。哎呀，老公，拿借点钱给他吧。你看他这么可怜，吃饭的钱都没有，更何况他家里面还有两个小孩子呢，他不用吃，小孩子也要吃啊。哎呀，他这个人也是自作自受，好高骛远。拿来吧，阿兰，这里有点钱，你拿去花吧。谢谢你们了，我有钱了第一时间还给你们啊。不要乱花这个钱，回去买点东西给孩子，照顾好孩子啊。哎呀，知道了。不急的，有钱再还呢。竟想着不劳而获啊！当初啊，幸好没有听他的话。那不是，我们还是有点自己的想法才行呢、啊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们试一下怎么。